后有时候会太过于想要患得患失，患得患失。我想说这个球怎么会失误嘞？臭脸，都练这么多次了，他就是会臭脸。不要冲动，看到了情绪不稳。互相开玩笑，谈吐间处处都可以看出两人的好交情。羽球金牌男双林洋配精彩表现，吸引不少球迷关注，而两人的日常也掀起热烈讨论。就觉得很可爱。对，同框画面被不少网友发现，李洋矮了王麒麟半颗头，大部分球迷都以为是李洋很小只，结果一查才发现误会大了。一个感觉180，另外一个应该快170吧。李洋比较矮的那个还有170，比较矮的有170，那比较高的嘞？180，那么高，很小哎，感觉就大概这样而已。原来王麒麟的身高是188公分，李洋则是178，让不少网友笑称都怪王麒麟太高。我以前都以为李洋只有160几，而剩下的羽球国手其实都不矮。周天成182公分，叶红卫185，李嘉欣171，戴资颖163，让人意外的反而是举重女子选手170左右吗？可能是他这样蹲下，然后举上去的时候，就让人家感觉他比较高吧。郭幸淳155公分，方婉玲150，陈文慧160。相较场上的举重画面，没想到拳手其实很娇小。奥运期间身高也意外成为讨论焦点。三线王晨王配话台报道。